如何用 Smart Swapping 余额支付 Unity Split 许可证。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大家展示如何使用 Swapping 余额以 Smart 硬币的形式支付 Unity Split 许可证的费用。您可以在 plcswapping.com 网站上的仪表板中的 Swapping Smart Balance 小部件上查看可用的 Swapping 余额。那我们开始产品支付的过程吧。首先，请登录 DeFiU 网站，选择您要购买的许可证，然后点击 Purchase 按钮。在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选择支付方式，选择 Swapping Smart 付款方式，然后选中付选框，确认您接受条款，然后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之后，您会被转到 Platinum Passport 登录页面，请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如果您以前登录过，这里可以选择直接用您的账户登录。然后您将进入付款页面，该窗口将显示订单号、倒计时、Smart 金额和当前的余额。请点击 Yeah, I want that 按钮，继续完成付款，等待付款成功的通知。成功了，你已经成功用 Swapping Smart 余额支付了产品的费用。付款成功后，您将看到 PLC Swapping 网站上仪表板上的 Swapping Smart Balance 小部件上的数值会有所下降。接下来，您还需要激活许可证，请进入菜单中的 My License 部分，查找已购买的许可证，并点击 Activate 按钮。您还可以在 Activation History 选项卡这里查看许可证的激活历史记录。恭喜您，您已成功购买并激活了 Unity Split 许可证。这时，您在仪表板上 Total Unity Split Limit 小部件上的可用限额已经增加。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